Netflix、Amazon Prime Video、Disney Plus。Hulu 四大串流平台详细比较，哪个最适合你？现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四个串流平台为 Netflix、Amazon Prime Video、Disney Plus 和 Hulu。消费者在选择合适的平台时，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。首先，月费是消费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以下是每个平台目前最新的月费。 Netflix 的月费在台湾为 T270 元起，香港为 HK63 元起，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方案选择。 Amazon Prime Video 的月费在台湾为 NT219 元起，香港为 HK40 元起，消费者可以选择每月或每年付费。 Disney Plus 的月费在台湾为 NT150 美元，香港为 HK49 美元，消费者也可以选择每年付费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。 Hulu 目前还未在香港和台湾推出。其次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影需求和喜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平台。以下是每个平台的最受欢迎作品。 Netflix 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串流平台之一，提供了许多优质的原创影集和电影，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包括《怪奇物语》《黑镜》《王冠》《环太平洋》。 Amazon Prime Video 提供了许多原创影集和电影，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包括《汉尼拔》《傲骨贤妻》《鬼入侵》《男孩遇到女孩》。 Disney Plus 是一个以迪士尼品牌为主的串流平台，提供了许多知名品牌的影片和原创影集，最受欢迎的作品包括《曼达洛人》《狮子王》《冰雪奇缘》《神奇女侠1984》。最后，每个平台还有独特的特色和功能，例如可以下载离线观看，同时流式播放多个节目，跳过广告等。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平台。喜欢 Video Live 的朋友请继续关注本频道哦。